欢迎收看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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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ghway， 我是敏华，今天带大家呢来漫游台三线，而且来到台三线就别忘了一定要来赏油桐发、油桐花，尤其现在呢油桐发它的花瓣哦飘落下来，真的很像五月雪哦。不过顺着这个步道能够看到什么呢？带你透过镜头看一看喽。每年春夏交替的时节，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油桐发。尤其在台山线上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一带的客家庄，在四五月份都可以看到漫山漫景改油桐发。台山线上呢，真的有很多美景哦，尤其赏花呢是最棒的。今天要教的就跟花有关哦，今天要教的是油桐花、油桐发、油桐发。漫山漫景改油桐发，景境动降，雪白花瓣飘落，就好像五月雪一样。而客家桐花季就像一场热闹的嘉年华，让游客可以尽情欣赏油桐发改降。哎，在这个地方啊，赏油桐发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的漂亮，尤其从步道走下来，那个油桐花一直飘落，就跟五月雪形容的非常的好。日本有樱花，那我们台湾有油桐花，这是真的非常的漂亮。是不是说赏花之外，顺便运动也很不错？对啊，不知道算很陡，但是走运动完可以看到那么漂亮油桐花，其实是很值得的。嗯，有空的时候不妨呢来台三线上赏赏油桐发。漫山改油桐发，快抖现拍。而游客拿起相机拍照，脸上的笑容跟花朵一样美丽绽放。而油桐发的圣地，每年总是吸引大批民众上山赏花赏景，感受客庄之美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四五月的季节就是客家人，这个油桐花五月雪季节了，你们有没有去欣赏油桐花之美了呢？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油桐花，油桐发，油桐发。第二个呢就是满坑满谷。漫山漫景，漫山漫景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看到一整句话，就是满山的油桐花开的雪白，漫山给油桐发，快抖雪帕，漫山给油桐发，快抖雪帕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把握时间去欣赏一下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